还没打吗？你哪个道上的？大唐三藏。我操！喂，我的天哪！这东方法师竟恐怖如斯，不知天高地厚还在这儿。就让贫僧超度你升天。K.O. 任何邪恶，终将伤之以骨。东方英雄见义勇为，为我多年的不法恶棍终于得到制裁。是他是他就是他，我们的超级英雄唐三藏。本台记者从天漠之峡为您报道。还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，妈的，一个人敢这么嚣张，必须杀杀他的对象。有哪位师父想玩两手啊？那我就先去抢头彩。 OK 兄弟们，贫僧送他们上西天。好啊，小虫小鸡竟敢班门弄斧，他妈去帮我装逼，我要你飞起来。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，敢不敢比过什么叫黑手？耶，挂挂，真的太逊了。大哥啊，你不要过来啊，这是20年的功夫，你打得住吗？啊，姑娘，跟你们俩一打六回，你打他。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世上没有几人。年轻人，你的 force 比 with you。 施主，贫僧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你就打他了。还有谁？看，老兄，我送你一句话，大唐人不要太气盛，不气盛就要打成人吗？让林战士吃饭养成他，跟我刘华强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啊！火力全开！大威天龙多少突破至尊地大，我也马马轰！大威天龙突破慈悲，来感受一下盖世英雄的绝杀吧！这样的法术还死撑？